上个礼拜我们有用这一张表格来看那个 decodable， 那所以这个是我帮大家填好的 Sam and Jam 那一天我把它填了，所以你如果有上个礼拜的跟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填的那个 Sam at Bat 跟这个比较，你就可以开始看到有近几个字母，就是所以每一个每一次给新的就是近一点点，近一点点，近一点点这样子，那让他们就是有继续练习人来练习到的，但是有近一点点新的这样子这样子就是继续复习原来的，然后一直在用，一直在用，而不是完全就是离开。上次我们有开始填这个这两个词 ，OK， 这两个词。那我们把一些还有一些字母跟那个声音填上去，所以我们还没有填到跟着 ，OK， 跟着。可以填上去。那 OK， 好，那请大家看我的嘴巴。OK， 这个是怎么发的？你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发？喉咙吹气。OK，所以是 voiceless， 是没有发声音的，然后是喉咙。所以你看这个的话，你会把它放在哪里？这张。喉咙是哪里？喉咙八。那它是没有出声音的。那以前我们有讲过，基本上有出声有没有出声音的，就有一个它的姐妹声音有出声音的。但是你看到这个这边只有一个格子。是有出声音的姐妹声音，但是英文没有在用。所以譬如说像希伯来文有这个声音，所以这个是对不对？对。那它的有出声音的姐妹声音是就是这个他自己不太好发，像譬如说 the name 在希伯来文是 lahaim。Hi. 但是在英文没有，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OK， 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只有出现在字的音节的前面，它没有出现在中间或后面。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念过但是没有放上去的是这 OK， 所以这是怎么发的？这好像舌头会高一点。 OK， 舌头会高一点。 OK， 所以舌头有去碰到嘴巴的屋顶。这那它是舌头的哪里碰到嘴巴的屋顶？是舌尖还是中间还是后面？中间。OK， good。所以它是在五这一排。OK， 那这一排第五的最后一个，是我们把它折起在那里。OK， 这有没有发声音？有。这个折啊。它是写在第五的，就是数字五的最后一个格子。Yes. 它为什么不是最左边的格子？因为它有好几个音在这边，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写上去啦。这边是 这个是这两个字，这些是发现的。所以它大部分是在同样的地方，但是这些比较前面一点点。是因为它的位置啊。Yeah。所以这跟他们在比起来，它是又在后面一点。跟这比是后面一点点，基本上同样的位置，但是后面一点点。可是它出现的顺序哦，因为
我有特别记那个你第一次第一天教我们的那几个从开始嘛，然后今天又是出现了这个者，这个出现的顺序是难易度的顺序是吗？基本上我们第一次开始教的是最常用的，然后也比较好发的，所以我们第一次教的是，我通常会从这四个开始教，那因为这四个就是有很多字可以马上听起来，然后跟是可以很容易连起来的，因为它是不是停的，然后还有这两个，这些就是很比较容易，孩子们比较容易去描述那个发在怎么样去做，你看看得到，这样，看得到在做什么，看得到在做什么，很在前面，所以他们很容易去开始，能够去描述这些，OK， 那如果是说要看出现多少的。这个我有这个资料，但是我没有带来，所以我可以再OK， 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跟着是我们上次念过的。那今天我想要谈花一点点时间来讲说，中文跟英文发音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但是有人去把所谓的注音符号跟自然发音排在一起。OK， 这个不是我排的，我不希望大家用这个，但是这是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个有这个不是。OK， 所以不要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他就是有给你排自然，他觉得那个 KK 音不要跟自然发音的注音符号。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其实很快就看得出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看那个 A。他说是 A, 是什么 A 可是这跟这个 A 差很多 而且他把 A 跟 E A 他都同样都写 A 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A 有好多个念法所以至少最基本的有两个念法，但是其实还有更多的念法，所以它这个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念法，然后是又是错误，对 ，OK， 还有一个所以刚刚我给的大家的那另外一张那个手写的那张是我自己去比较的 ，OK， 所以左边是注音符号，右边是英文，那然后我也有注音符号，也有拼音，第二排是拼音 ，OK， 然后有字。那这个左边这个蓝色圈起来的是跟英文不一样的音 ，OK， 然后呢，右边圈起来的红色是跟中文不一样的音。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那难怪就是说发音这一件事情是蛮需要特别去好好的思考跟学习的。那第一看到的这个第一行看到的这个 b 的 k， 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如果你把耳朵捂起来，你会发现你如果说 b。那个它没有共鸣，所以其实虽然说在那个拼音它是用那个英文字母，那些同样的英文字母来表示，它其实不是同样的音 ，OK， 因为在 K
英文是，所以 b b 那个没有共鸣，然后英文是 b b 是有用那个声带，然后 d d 还有 g g 它是有用那个声带的。那我们在中文主要是用那个气，有没有的气的运作来分别 b 跟 p 和那个 h 有多一点气 b 跟 p， 但是两个都没有发生。OK， 好，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如果你在右边看到这个所以上面是子音，然后下面是母音。你可以看到下面的母音，那个很多都是中文没有的，有没有？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母音正确的发音，在英文来说就好像中文的四声一样。四声如果没有发好，它会不一样的意思。那母音在英文来说也是同样的。那我们以前有讲过说，如果是中文没有的音，很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会去找那个最像的，然后用那个来代替。对，除非你刻意的去发这个你不熟悉的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我们被人家说成 A，这完全不一样。OK， 但是的确是，会有这个错误，就是像，所以你如果看你到那个下这一张下面，那个中间啊，在中间有没有啊？那常常我就听到学生明明我们已经上过 A 几个礼拜了。是，或者是几年，他们还是会发成啊。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他会有这个直觉的感觉，但是他这个是常常听到的，就是到现在为止，cat 还有人念成 cat， 所以这个就是要我们可以去注意到这些，然后就是去帮助学生有这个意识说，说哦，很容易那个 a 跟 r 通通跑到中间变成 r。所以 a 是在前面 a， 然后 r 是在后面，那个舌头。你如果你发啊啊的话，啊的话，你的舌头是很放松的，那差不多在中间，啊啊啊，啊啊，在前面，啊啊，舌头往后，啊啊，这样子。所以所以就算最基本的两个短母音，也是对学生们蛮有挑战性的。对，今天来学 R 跟 L 的发音。然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学 it，OK， 就是下一个段的母音 ，OK， 好。一峰，刚刚这一张里面啊，它有红色圈起来的，啊，这个是指跟中文不同的声音，还是中文没有？这是中文没有的声音，或是不同的红有红色圈起来的，就是中文没有，或者是不太一样。所以像那个 but 的 g 我有圈起来，因为像我们说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一样，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发生。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R 跟 L 的发音。OK， 好，所以你如果看这一张，就是他们给的那个 KK 音标跟自然发音跟注音的对照。按照这张看的话，你会怎么发？怎么发 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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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那大家，我想大家大概有听说过那个
讲中文语系的人常常会被人家笑说 R 跟 L 发不清楚，就是同样的声音。譬如说这个笑话我有讲过给各自班听说，有三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他们要做一个个案，一起做一个什么个案，然后他们在分配责任，然后他们就说好，那他就是跟那个中国人说好，那你负责带那个 supplies 就是supplies 是材料 supplies， 然后那天到了。大家到了，然后那个德国人跟俄国人在那里，哎，那个中国人呢在哪里？然后呢，跳出 surprise， 所以这个好笑，但是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那我今天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中国人的 R 跟 L 会搞不清楚。OK， 一个原因是，好，你大家发了 OK， 你的舌头在做什么？了，在上排牙齿后面。OK， 有去碰上面一下，对不对？了。OK， 那这个的确跟中英文的是有类似，可是有一个差别。第一，我要说的是。英文的 L 它在母音前跟母音后是不同的发音。Okay? 那在母音前的话，它是去舌头去碰那个牙齿后面的那个出来一点点的那个。但是它不是只有这样子，像中文一样子去碰一下而已，它是推着，然后那个范围要很大。因为这个声音在英文这种声音，就像我们以前有讲过，鼻音是那个气从鼻子出来，对不对？鼻音。那在英文 L 跟 R 这两个叫做 liquid， OK， liquid 液状。那为什么叫做 liquid 呢？因为它我们讲过说子音都是有阻挡器，有去阻挡器，对不对？像鼻音是完全出不来了，对不对？那这个 L 跟 R 的阻挡器的方式，它是这个舌头在这边，然后气这样子出来，它改道，把那个气改道。对。OK， 所以它气是往两边走。Okay. 好，所以大家来练习看看。Love, try, like. Okay, 所以这个是 like L 开头的发音。那这个在 L 在母音前面，我们叫做亮的 L， light L。Like, oh. Okay. And then after the vowel, 在母音后面我们叫做 dark. Okay.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那个发你会把它放在这里的哪里？你的舌头在哪里？你的舌头去碰哪里？牙齿的后面的那个凸出来一点点，对不对？那个牙龈那个凸出来一点点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它是在这一排。OK， 所以在那个 的左边。的左边。那因为是翼状，所以我们会在上面画一个。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在前面跟后面是不同的发音。 OK， 所以前面 like love
look. OK， 好，那大家看看，听听我后面的。来 ，still， fall， full。OK， 有前面跟后面的嘴型有不一样吗 ？Still。OK， 我再看一次。OK， all right， 好，前面 look， love， like。OK， 后面。Still, full, school, cool. 一样。OK， 大家觉得这声音跟嘴型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哦，我耳朵坏掉。OK， all right， 最后我的舌头有上去。这个是最，但是你如果听的话，你注意听的话，那个后面的听听看。那个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 ？OK， 再听一次前面的 ，love， lots， log， like， OK， 这个是前面的 ，All right， 后面的 ，school， full， cool， pool， still， OK， 后面的有什么？有听到什么不一样吗？比较说进去。比较缩进去，还有呢？而且感觉比较低，比较低的感觉。嗯、OK， 有没有听到那个有一个好像有多一个什么声音？哦，哦，对，哦，对，酷，酷，有没有？对。所以呢，这个其实后面的 L dark L 后面的 L 是其实是有加一个短短的。OK， 它有加一个短短的母音。那这个短短的母音，它是像中文，如果说好哦，好哦，那个大家试试看，好哦，好哦，你的舌头是下去了，这样子，好哦，那个舌头是这样子的，哦哦。其实它这个后面的 L 就是有加这个这样子。OK， 所以它的后面的 L 的发音主要是这个。OK， 那如果是要很标准的话，很清楚的，你可以再上去碰那个舌头。哦哦哦。那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子，就是最后还是舌头会去上面，刚刚的那个。嗯。但是主要的发音，那个 dark O 的主要的发音还是在这个。舌头下去 okay. OK， 所以如果讲得很快的时候，有些人连碰都没有去碰。School， 所以你看我没有碰 school， 还是同样的声音 school， 没有 school， 对，我没有去碰。那去碰是就是比较干净，比较利落，它的那个声音会停。OK， 但是其实那个是不一定需要的，不一定要碰的。对，但是我会自己会去碰，因为这样子帮助把我那个前面跟后面的连接在一起，然后两个都是去碰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可以呢？因为它是流动性的，所以你下去的时候它还是往两边流动。OK， 所以它虽然那个舌头的位置不太一样，前面跟后面的不太一样，但是它都是挡住那个气，所以它两个都往两边流，所以会发这个类似的声音，但是不是完全一样。OK， 有多了那个小短短的那一段。对。Okay， 好，我们来练习看看，所以自己去体会一下。OK，look，look，look。Look， OK， 所以这个要舌头前面要基本上推着 ，look 要用力 ，look， 那那个范围要蛮大 ，look， 那后面就是像讲哦，有没有？酷哦，酷哦，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舌头可以去碰一下，酷哦，酷哦。酷哦，所以这个是 L 的发音，前面跟后面不同的发音。Okay。 好，那刚刚我们有讲到说，
R 跟 L 为什么讲中文的人会搞不清楚？嗯，那我刚刚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想说跟了同样的发音，所以他就碰一下下而已，对，很轻的碰，但是不是他是他没有这样子推着的。OK， 那R， 你如果看这一张上面，他会他告诉你怎么发 R， 弱弱。OK， 他说叫你发对弱弱 ，OK 弱 ，OK， 所以他是要你发日的音，对不对？那个重他是贼的弱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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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比较 OK， 应该这样讲，有两种方法来发 R 的音。那这两种，一个是卷舌的，一个是没有卷舌的。那卷舌你是的确可以，像譬如说，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他们有一些人会两个都用。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学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们说不是日，不是日，像卷舌，中文的日，为什么？因为日，你去感觉到是不是基本上有碰到舌头，舌尖有碰到日点，有没有？日，它是这样子，对不对？日，对，卷舌有碰到日点，所以如果你的L， 你的你的 light L， 你只有碰一下，然后那个，然后 R 你又念 R， 也是碰到上面，那这个距离差很小， right？ 所以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 R 跟 L 听起来一样， OK？ 因为你看这个上面这一格，这个空的，这个就是 R 的位置。所以它基本上是在还差一点点而已，基本上差一点点而已。所以如果你两个都去碰到，两个都舌头去碰屋顶的话，那基本上就听不出来哪一个是哪一个。OK，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也是装的。OK， 它基本上就是位置没有差很多。所以呢，要怎么发比较好？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从二，我们一二三四的二，或者儿子的儿，二。OK， 你去发儿的时候，你感觉到你的舌头在做什么？卷儿，它是往后拉，对不对？卷，往后拉，它不是这样子卷，不像日。是这样子卷，是这样子，怎么样？试试看，去体会的，怎么样？他不是这样子，至少中在台湾人是这样子，可能北京黄腔的，那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大部分的台湾是这样子讲，对不对？这一种。叫做 bunched R， 所以英文有两种发法，一个是 retroflex， 就是这个卷舌的，一个是 bunched。那我觉得在台湾孩子们来说，从这个这个开始比较简单，因为像我刚刚讲，如果你讲用日的方法，那个就会碰到上面，因为 R 跟 L 最大的不同就是。L 有去顶，R 没有碰到上面。OK， 所以如果你从二开始，从二开始的话，二，然后呢，你的嘴唇弄圆，rat， run， rabbit， 所以那个
舌头是往后像二一样， Rab. 但是嘴唇要软一点。Rabbit, run. 这个嘴唇要圆。那我给大家看一张。所以大家，我听到大家在 做的是你，你嘴唇还没有够圆的时候开始发声的，所以它还在一直动。你要圆了以后，已经圆了以后再发音。Run. 这张，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 L， 有去顶上面，然后面积很大。然后 R， rat， run， round， 这个就是舌头是往后缩，往后缩，然后没有碰到任何的东西，上面也没有碰到，旁边也没有碰到。OK， 这样子 ，ran， run， yeah， rat， rat， rat。舌头不翘起来，这样子，对，是往后缩。所以从二开始，从二开始，然后你就知道你的舌头那个应该放在哪。Run， 只是嘴唇要缩。Run. OK。All right， 所以那 R 它也是，因为它是E状的，它在前面后面也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这个没有那个 L 的差别那么大。OK， 所以譬如说 R， OK， 我试试看前面的 Run， Rabbit， Ran， Round， OK， 刚刚看了哈，好，那现在我在后面的 Chair。Fair, where, car， 有什么不一样？嘴，在后面的嘴巴会比较圆，对不对？比较 chair 啊，对，是不是比较圆？就是它会嘴会变圆。OK， 圆前面的嘴唇，嘴唇是缩的。就是 run, rabbit, 就是嘴唇是有缩起来皱皱的，对，然后后面的是比较放松的 chair, fair, car, 有没有？对，比较放松，对，所以但是后面的其实是不难的，因为跟中文的很像，像所以基本上大部分孩子们的那个后面的 R 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整体上来复习一下 R 跟 L 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是 L 要去顶 ，OK， 要用力的去顶，然后面积要很大，然后如果是后面的那个 dark L 是 O， 有那个 O 的声音 O。那R 的话就从二开始，然后嘴唇圆圆的，不去碰上面，也不去碰旁边前面。OK， 最大的差别就是 L 有去碰上面，面积大 ；R 没有去碰到上面，碰到前面。那如果这些可以做得到的话，你的 R 跟 L 就差别就会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来看看 ，OK， 这两个词 ，train，train，OK， 好，所以这个是 L 嘛，所以你可以先，你可以也，你也可以，我们可以先这样子 ，lay，OK， 那这个呢 ，pr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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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所以我们现在两个同了 ，play，play，pray， 很不一样，对不对？感觉很不一样， pray， 听起来也很不一样 ，play，play，p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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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所以在嘴巴里的感觉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pray, 对 ，pray,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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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所以这个是 L 跟 R 的正确发音。好细哦，嗯，而且还有在字的前面跟字的尾巴。我第二的二好像也不太标准。好细哦。中文都不标准。二，对呀，二卷舌，超级二。原来不是卷，二是没有卷舌的哎。二，原来二对，不用这样。对，二是往后。二，二，二。那当然，我想说北京腔的，他们说二，那那个就是卷舌。二，那个是卷舌。但是台湾的人通常是这样，二一二一二二二。